者王自韩台北报道，林宥嘉今在华山 LEGACY 举办挽回你的心台北 MINILIVE 音乐会。19位在台北开唱的他，自嘲久到足以被脱粉，这次就是要把1100位粉丝的心紧紧抓牢。目前怀胎3个月的老婆丁文琪也现身力挺，一开场他演唱《白昼之夜》揭开序幕，让歌迷听得如痴如醉，接连演唱《爱错慢一点》后，林宥嘉开心亏台下歌迷，发不简单耶，可以买到第一排哦，我要看一下第一排是谁，这么厉害。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林宥嘉，马上惹来全场尖叫声轰炸。他说今天这个挽回你的心呢，其实是个公益的演出，所以每位进场的朋友代表你们是全台北最有爱心的1100个人。又还问台下 When you're ready， 接住搞笑说，其实我去看其他歌手演出被问这句，我都不知道要回什么，因为我英文不是很好。一般话逗乐歌迷，唱完周末夜惊魂后，林宥嘉狂惊讶歌迷离他很近，笑说大家都以为看表演，表演的人一定要让场子很热，但我很奇怪，从小就不爱讲话，我很喜欢让大家冷场到受不了的感觉。更亏第一排的歌迷先生，你姓石魔呢？陈先生吗？气氛欢乐，林宥嘉这次开唱目的是挽回歌迷的心，不为赚钱。此次门票收入扣除支出后，约110莫元将全额捐给公益单位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，宝贝我们的希望计划。丁文琪挺度出席林宥嘉音乐会，读者提供林宥嘉演唱会，记者胡顺祥社林宥嘉演唱会，记者不顺想摄。